我爸来了。爸，爸。亲家也在呀，这是你爸吗？我有点恍惚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还没有那只公鸡精神头足呢？一言难尽啊！亲家，那有话咱坐下说行不行？坐下说，来，对，来，爸你坐着，来，不是，那个有话坐着说吧。我说啊。我说不出来呀，亲家，其实你就是不说，我也知道你想要说什么。我不说，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。刚子啊，你爸和你那个金阿姨啊，俩人共同创业，朝夕相处一年多了吧？啊，也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。说吧，哪天办喜事儿，我帮你张罗。老范兄弟呀。哎，你可是我的知音呐、啊！我用句《聊斋》里的话赞美你呀、啊，说，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！